唉，又系二太阳自信。唉，三月啦，三月尾啦，我哋净系拍咗一套剧咋，真系人都癫。而家有咩做咧？商店街嘅点解？点解商店街又有嘢搞？哦。偶尔可以在公园找到他 ，OK， 他暗示了俾我哋听咧，我哋要去公园找他。如果想签他就要去公园。去公园咯，睇下可唔可以撞到他咯。公园，诶，呢个系啊呢个位啊。喂，佢个逃走嘅方式会唔会奇怪咗啲啊？我得剧本一本喎，我冇睇过佢嗰啲资料，所以我唔知道佢本剧本有咩用。咦，我睇下攻略先。OK， 系啊，啲选项嘅嘢要睇一睇攻略 ，confirm 一下，唔系后悔莫及啊。咦？可以揀佢拍戏啊，定系唱歌？一事无成，呢个系咁啊。不如唱歌啦，因为 我已经有三个人系拍戏啦嘛。你负责唱歌，负责开演唱会搵钱啊。咦？而家已经可以签约啦，20万 ，OK 啦，其实。那个价钱 OK 嘅，我觉得好欢迎你加入。本来谂住留个位俾子琪唱歌嘅，而家俾一俾你。Good， 都系唱歌啫，其实冇乜关系。反正呢个位其实都系凳脚。好，我哋都欢迎一下我哋嘅新成员。一年之内一定要完成一张专辑，如果唔系佢走佬。哇，系一年有啲窄喎，因为拍。唱片咧唔系咁易，比拍戏更加难搞。哦，佢啲岗位好低啊！哇，我哋要由零开始升起咁滞、啊，一年之后出唱片系好有难度、啊，我觉得。冇办法，顶硬上。每一个艺人其实都有少少 tricky 嘅嘢，系啊，即系佢哋有啲要求啊。我哋亲自银色幻想曲，呢个其实有啲难啊，我觉得，因为咧，即系佢啲字咧好难睇啊。银色幻想，喂个相喺边？哎，差少少，差少少啊！即系都有个风险，如果完成唔到咧，佢就会失败嘅。六
六六六六六，哇，好难睇啊！佢啲字真系，喂，个风字喺边啊？唉，嗱，见到啊，如果我成功到咧，就系、是、完美嘅，超完美。但系如果我失败，喂，亚洲美利坚唔关事，我哋唔搞呢样嘢嘅。如果我哋失败咗嘅话咧，咁佢就会失败咯。我、哦、呢、這个系佢叫咩名字？死啦，唔记得咗添。我突然间捞唔到佢嘅名添，杨咩咩咩杨啊？咩怡清啊？定唔知咩？唉，完全唔记得咗佢嘅名字，已经唔当佢一回事啊！欧怡清啊，好似系佢系歌手嚟嘅，系啊，天生系一个歌手。即系有啲角色佢系摆咗名系放拍戏，有啲角色摆咗名系唱歌。睇下先，哇，四百几喎、啊，大佬。嗱、啊，证明咧出唱片嘅要求实在太高啊，要起码都三百几嘅。所以咧，同埋好多时候咧要有名气先至可以出到唱片咯。即系冇名气咧，你就算歌艺几好都未必出到。同埋最大嘅问题系咧，佢一个月先更新一次通告，即系如果今个月唔得嘅话咧，我哋要等下个月。但系佢我哋得两间噶嘛 ，EAMI 啦，同埋而家呢间日月光啦。咁如果好多时候咧。他哋系一边系个人出，即系可能 EMI 出个人，做乜鬼啊你？哦，佢应该系俾 SD 演唱会飞我哋啊嘛，唔系我想系润我哋嘅啫，呢个单嘢系。純粹是過來 show off 下他的 SD 組合，明明是我們訓練出來的。好，我們看看，要每一次呢我都要看一看攻略，搜一搜攻略，看看呢我們今個月要今個禮拜要培訓些什麼。 OK， 好，廣告我們要呢 keep 住去跟凌向啊，去拆他那個那個跟隨的任務。美姿儀態我不想幫他去做那個什麼鬼，因為很麻煩，很浪費時間。美姿儀態那個玩個小遊戲，哇，下面那兩個不斷失敗，有什麼事啊？不要浪費那些學費啊。看看啊，今天要去廣告，廣告相對地容易接一點，要求比較低一點，還有他一個月有兩次的新的通告，所以就拍多機會率比較大。哇，當我剛才的事沒說過。話都沒那麼快，又一個星期了，大家都是繼續訓練。四月了，通告快接通告啊，一定要，那個名氣太低了，全部都是拍戲。自信很重要，但自信呢要升自信呢不易咯。太完美哦，才子升了，唔该晒。好，先揿咗先。咦，揿手掣，呢个 OK， 三人荣真电线苏沙有新通告。這個易玩一點的，還有呢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嘛。如果玩美姿儀態呢，他就要我走完整條巴，這個呢我只要那個手速夠快呢，其實很快搞定。好，看看先，新通告去了廣告先。二百几，哎呀，我哋都系唔够咯。二百几，咦，撑，诶，讲唔切，应该讲，咦，唔系喎，二三五 ，OK， 等先，我谂谂先。啊，唔使惊，我哋礼拜尾最尾礼拜日翻翻嚟去创意就 OK 啦。因为咧，而家佢已经系 train 紧个仪态自信啊嘛。咁礼拜尾咧，即系礼拜日咧，应该就已经。達到的要求，那我們就可以簽到那張通告，不需要太擔心。哇，這個五成一星，不
得咯，呢个演技唔够啊，咁低要求嘅嘢做唔到。好，睇埋主持先，主持系难啲嘅，咦？哦，个记者就问 S D。呢两个正系契弟嚟嘅，契弟，我唔会改 show 佢哋嘅。啊，唔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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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，我哋转场去 show 晒。哎哟，哎哟，真系得啲唔得啲咁啊！成日都。但名氣好緊要，冇名氣啊！拍啰柚啊，真係啰柚都拍唔到。哇！要求會太高啊！不過都唔緊要嘅，我哋而家翻去創意嗰度照張通告先，係啦，起碼有一張通告先，有一張通告在手先。接到廣告就名氣都會升得快啲，自信都會升得到嘅，好似因為廣告係好似係不停咁升自信。OK， 剛剛好。咁應該今個禮拜可以接通告。OK， 喳喳諗拍咗呢個通告先，係賺翻啲錢。而家係不停咁使錢，不停咁燒錢，因為佢哋最初級都1000，跟住唔知道中級2000，高級3000咁樣，所以其實好貴佢哋啲培訓嗰啲費用，一定要嚇幫補幫補。有冇同大家講過呢只 game 玩幾耐？呢只 game 係玩而家係2000，我哋開始係2006年嘅1月1日啦，咁佢結束咧係2008年嘅12月31日。即系我哋要3年时间内咧，将呢扎呢4个白痴咧培训成为一个艺能天王。咦，有新嘢喎！呢个我哋跟随够30日咧，佢就会出嘅剧情。同我讲一个爱情观。我哋呢个唔系嚟嘅，咁得意嘅。系咪跟翻去探得啦？我呢个简单喎，超完美。好，接广告，希望有广告。全球电影我就唔去嘅，因为拍电影更加冇可能，所以唔使嘥时间。哇，咁唔公平咁样内定，虽然我哋唔够资格啫，都冇内定啊。呢就系啊，嗰啲叫咩啊？内定嗰就系、是，就算你够资格咧，有阵时咧，佢都会一早已经签咗俾人哋。迟啲我哋都会嘅，佢哋会揾上门啦，然之后同我哋讲话，我想俾呢个通告你啊，你会唔会受啊咁样啦。咁但系首先要我哋个能力升咗上先啦。广告咧一般6日就搞掂啦，所以咧其实一个礼两个礼拜啦，因为每个礼拜只可以同一张通告只可以抌5日落去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最快都要两个礼拜可以完成到一支广告嘅通告。哇，几千蚊都只系得，即系佢哋一个礼拜嘅培训费用都唔止几千蚊。为咗你哋班友可以快手少少咁样接到 job， 我唯有牺牲自己嘅时间去玩小游戏。系啊，美之而泰嘅小游戏真系好鬼无聊。点啊？不爽。入咗一个月，佢觉得冇 job 做唔开心，先一个月做，我想点啊？佢呢个会唔会系有啲特别嘅剧情要跟噶？我冇睇过呢条友嘅攻略，系完全冇睇过佢嘅攻略咯，所以我唔知道，即系一啲其他角色咧，我大约知道咧系要做啲乜嘢啦。咁但系呢条友我系完全唔知道。我都唔想嘥時間去睇咯，因為
我估佢应该唔会有啲咩大问题噶嘛。唉，死啦！我有少少泛气攻心，但系，唉，我好想一口气，我想试下一口气玩晒佢。唉，但系真系好眼瞓啊！而家仲要玩埋啲咁无聊嘅小游戏。你知呢个小游戏令我谂起咩啊？我谂起哆啦 A 梦大富翁，应该叫叮当大富翁咧。佢嗰个小游戏，我忽然间都好想玩叮当大富翁。如果叮当大富翁喺 Steam 度咧，都 upload 上去嘅话，咁我都会买。系一个嘅回忆啊！叮当大富翁我之前有拍过片嘅。我记得以前细个系叫朋友上嚟一起玩，因为叮当大富翁其实四个角色嘛，可以一个 keyboard， 一 keyboard 可以有三个人玩，跟住另外剩低个用 mouse 玩咁样嘅。唉，都话唱片好难搞噶啦，佢想出唱片其实真系有啲困难，一年内出到其实已经系唔错，真系唔错。通常系一年多少少咯，可能十几个月先会出到第一张，出到第一张就。OK 的，跟住其他就可以繼續出嘅。哇，你嗱呢啲係團體咯，團體嘅我哋接唔到噶嘛，因為佢係個人噶嘛，咁又冇咗個機會咯。咁所以其實出咗唱片嘅機會率其實好微，但係揾又揾得多好多，即係相對地，因為出唱片咧，咁你就可以開演唱會，咁演唱會賺好多錢，如果你係爆場嘅話。OK。金钟奖唔关我哋事啊！何总慧眼独到，食屎啊！何总食屎啊！嗰啲系咩嚟噶？吓玩咩啊？哇哇！喂，唔易玩嘅，我想讲，我喺赢咗 ，OK OK， 都得意嘅，可以玩多次嘅我哋。不过又系啲嘥时间，因为佢个深深嗰条条又要行晒为止。点啊？我点样可以碌翻个右边啊？我想问，点解永远都系碌左边嘅？咦？揿咗掣噶？哎，算啦算啦算啦，又冇乜所谓，玩唔玩到？有阵时我好惊自己失败。咦？哇！接到啊，好感动啊，系凌香接到啊 ，very good。因为其实我哋想重点栽培凌香，其余嗰啲只不过系我哋公司嘅摇钱树陪跑。系啦，总之其实大 job 啊，有啲咩咧？如果大家一齐做到咧，我都希望尽量俾到阿凌香去做。系啊，因为佢如果我哋想要有我哋想要结局咧，其实佢要有，我上网睇过，佢要有艺能天后，系嘛？戏剧天后，戏剧天后。咁、那个要求都比较高，所以啊，嚟啦，永真永真嚟啦，苏曼君嘅 special order。绝对要接受。我哋点解要拣苏文君？就系等佢呢一坛嘢，因为拍完咧就280万，咁我哋嗰个前期嘅经济问题就解决咗啦。好，咁样就咧睇埋，又要睇我哋嘅攻略，吓、啊、要升啲咩先？因为我哋系着眼点喺好第三年嘅威尔啦，同埋呢一个嘅末日战士。各自有各自的要求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在前一两年咧 fulfill 咗先。以前就系因为冇做呢啲，冇做呢啲咁嘅功课啦，咁啊搞到永世都签唔到。希望今年可以签到。好，跟随，哇，好开心，大家一齐。我倾下偈先。呢个系免费获得嘅资讯，非常之紧要。资讯系好难升，我强调资讯系好难升。哎呀，唔记得咗呢个系劲难玩啊，死！古道西风瘦马，好彩还可以，唉唔玩呢、這个由得佢自生自灭得啦，我唔想拖累佢哋，真系唔想、啊。作为一个经纪人嘅爱，对你嘅厚爱就系唔好拖累你哋。嗰、那个美丽之星咧，我有 record 嘅，其实我有攻略嘅，但系我又唔知道要嚟做乜啊，即系我唔知道我参加嚟做乜。可以大家睇嘅陣間，美麗之星，哇！個要求已經好低嘅咯，竟然咁都唔得啊！嗯，我哋起碼 minimum 咧要有200分咧，先至可以拍到啲一二星嗰啲通告。
不過有時候又即係我哋升嗰啲嘢撞唔正，撞唔正而家嗰啲通告，因為我哋升嗰啲係防美每日戰士同威爾啊嘛，咁呢啲有可能有其他要求啦，咩賽制啊，有啲咩動感體能啊，是但啦，係唔知啊，即係都講彩數咯，始終啊撞中啱啱好條條件達到嘅咪好彩咯，真係算係好彩咯。其實冇乜 formula， 因為佢通告係 random 出咧，即係我下一次開新檔玩咧，甚至乎或者我 save and load 出翻去咧，可能張通告又唔同咗。啊哈，演技唔夠，佢呢個咩啊？啊，呢個係我哋自己內定咗一個。OK， 主持阿陳奕夫咧，其實係想做主持嘅。他的目標其實是想做一個主持啦，但是他拍劇的能力都很強大嘅，即係佢唔會係唱歌那些又係。OK， 追夢廣告跟隨先，今天比較多嘢做，跟隨等就算。我哋想睇下會唔會全球製片可以咁啱會拗到一兩份 job， 有機會嘅。有時候有啲一星撞中咗咪有咯。雖然機會好微，但係都唔特別冇嘅。哇，五星 ，OK 唔得嘅係一星，咦一星，喂我名氣啊，喂名氣窄細啲喎，唔緊要，我哋榮真電視咧。啱啱好應該達到咗 requirement， 可以俾阿陳奕夫去繼續接佢嘅通告，應該係夠噶啦。來 ，good， 落三十幾萬個都有成 ，OK 啦，係嘛？嗯？呢个系我哋之前咧嗰个僆仔执翻嚟嘅本，我觉得嗰个僆仔系慧雅啊嘛，应该佢应该系可以拍到剧喎，好有才能嘅一本嘢。咁点啊？交俾佢咁点啊？无私奉献我哋系嘛？就咁送俾佢算，将佢将个剧本拱手相让。好慷慨大方，我哋通告，哇掂，太好啊！開始上軌道啦，我 feel 到我哋開始咧啲只要咧係咪啊嗰啲啊零去一係好難，一去二就係好簡單。只要開始到第一張通告咧，其實接下嚟就條路就順暢好多，就唔使再嘥錢去訓練，就會係不停咁接通告。通告通告通告 ！Oh my god！ 嗰头兴奋完之后，呢头就收皮。咦？仲未够钟开拍咩 ？OK， 咁咪再提升多少少呢啲啊？提升下佢名气咯。系啊，睇下赶唔赶得切去帮佢拍头先嗰个通告。我头先系咪我系咪漏咗啊？其实上个礼拜应该可以拍噶，可以拍嘅广告，我哋唔记得咗帮阿凌香拍。好彩啊，好彩我哋有睇到。好，增加翻啲自信。唱片公司又嚟啦，一个月一次嘅机会，我哋不能错失。一个月一次嘅机会，我吓双手合十祈祷。佢嘅广告梦工厂香艳之嘟。第一張通告就有啲咁嘅新聞嘅咩？歐怡清一直企喺度等緊我哋同佢傾偈，佢有個音樂庫喺度，佢係等緊我哋同佢傾呢個劇情，但我哋簽唔到啊！團體諗都唔使諗，咁日月光應該係個人，佢唔會咁前隔兩邊都係團體嘅。如果係嘅話，就太賤啦！Oh my god！ 又唔可以话差好多嘅，好近啊开始，不过都接唔到。
哎呀，佢又嚟啦！今日又闹我哋啊！什么都不怕，点解咁激动啊？我哋签约一年噶嘛，讲好咗一年噶嘛，黐线嘅咩你？成日恐吓我咁啊！签咗咁乜鬼啊？签咗个黑社会大佬翻嚟我哋，睇下电影嗰度搞唔搞得掂先。非常之希望电影可以搞掂，因为拍到电影系非常之厉害嘅事情嚟噶。吓，我唔识喎，忽必烈系咩啊？我完全唔识啊，求其撞一个。OK， 失败咗嘅，我唔想知啊，因为我中试系唔合格嘅，所以啊 ，yeah， 得，啱啱好啊，太好啦。哇，咁陈耀宽而家可以正式出道咁滞啦。咁我哋系啦，咁阿思陈奕夫我哋唔需要担心啦，因为佢已经揾紧钱啦。定边个唱片制作 ？OK， 喂，点啊？突然间有事揾我，武功啊，路敏嗰单嘢。save 下档先。路敏嗰单嘢咧，就其实冇乜特别嘅，即系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最终结局。喺支线任务，你可以当系又系支线同主线任务嘅分别啦。OK， 呢个狂禁制系喎，系喎，系喎。喂，二玩，喂，呢个二玩喎。光艺加七都 OK 啊，可以帮佢做下嘅，系啊，呢啲可以极，因为我自己控制到速度啊嘛，咁我会好乐意去玩。哦，佢莲香色欲死咗啦，佢呢个角色咧，我哋都诶，头先嗰个咧新闻嗰个咧邵伊丽咧，我哋都有啲兴趣，咁可能下一次咧就会玩佢 ，maybe 佢嘅特色就系佢会早死咯，但系我知道可以唔使死嘅。系啦，就要完成嗰啲 task， 跟住佢就可以唔使死啦。咁如果唔系咧，第一年就会瓜柴。佢系佢唔系 DLC 嚟噶，但系我真系冇玩过。我觉得呢个人唔吸引。我嗰阵时候咧系嘥好多时间玩林芬芬，但系玩极都玩唔掂。OK， 好，睇下可唔可以博到 EMI 出个唱片先。团体 ，fine。你唔侵个人玩系嘛？哇！我哋原来已经得翻30几万，哎，得啦！我仲想讲，啱啱得翻30几万，嗰头讲完呢头就啊，进账翻100万，还好还好。好，我哋睇先，苏万君咧就开始拍剧，咁啊开始唔得闲，跟住凌香要继续培训。哇！书画技可以玩到专业，好快手。你又要分配一下啲时间。要休息的时间，如果唔系会失败。Okay. 每个礼拜我都要 check 一 check。好，荣振同苏沙 OK， no problem。真错人。走对干爹真好。系呢、這个呢一单嘢系干爹帮佢拉拢翻嚟嘅呢套剧集。咁佢干爹同佢咩关系咧？佢嘅干爹咧，好似其实就系《明星志愿2002》都有出现过嘅，定系《明星志愿二》啊？好似系啊，个女主角咧可以同到佢嘅干爹一齐嘅，系一个极有钱嘅人嚟嘅，可以炒股票嘅。当其时啊，而家佢个 background 系咩我唔知啦。但系我记得《明星志愿二》嗰阵时候咧，佢个嗰个干所谓嘅干爹咩有干咧，个样子都好似有啲猥琐。系啊，不过《明星志愿二》啲画啲公仔，我觉得麻麻地靓，所以系明三而家呢个咧，我就可能现代啲啦，所以我觉得靓啲。有机会有时间嘅话，我都希望可以玩《明星志愿二》2000。
同埋一。哎哟，唔得喎，喂，才智喎，蠢得滞喎，同埋演技都唔够啊！唉，算啦，我哋唔好喺度奢望咁多嘢。嗰条友根本就搞唔掂，啲指数好鬼低。咦，新闻君点解喺度啊？陈奕夫。何总咧系成日都喺度搞我哋啲艺人嘅，咦两单嘢嚟噶，原来育幼院系佢有单育幼院事件，系 sorry 有啲选项，因为我已经有记忆啊，所以咁太快。下次如果玩苏文君嘅时候，我先再慢慢解释下苏文君发生咩事啊。主持系真系难啲。要求高啲啦，同唱片一样。啊，我要出到唱片未啊？日日俾人揞啊我！哎呀，你好屎啊！自己屎啊赖我。其实佢系差少少，不过今个礼拜得一个礼拜时间咧，我哋即系搞唔切啊！唉，如果早啲，唉算啦，即系唔好讲咁多啲无谓嘢。陈奕夫揾我，好麻烦啊！陈奕夫咧，苏曼君，陈奕夫系中意苏曼君啊！喺我同大家讲一声，陈奕夫系中意苏曼君嘅。好，继续拍剧，你有你嘅忙碌。我有我的培训，我啱啱立到咧，苏文君嗰条蓝色霸咧非常之高，即系话佢嘅收入同佢支出咧，蓝色系收入，红色系支出，已经系远超咗我哋培训佢嘅钱啦。我哋已经转亏为盈啦。喂喂，做咩啊？喂，点解咁鬼大块嘅？头先唔系四个啫咩？我而家多咗喎。哦，可能我哋嘅班唔系初级班，系高级班，所以，咦，我啲有记忆题喎，灯绿色衫，最尾一个，三张卡我唔会记唔到嘅，又到周围揾通告嘅时间，迟啲咧我系唔会想接一个嘅广告，因为咧广告其实赚得少钱。又短又成，就吸引度不够，最好是拍电影和出唱片，那我找得最快。咦，得哦 ,OK, 就算你有通过起身我都会被你拍的了。全球制片，咁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再拍到嘢先。三星唔得啦，三星要求太高。我哋而家最多顶笼都系一二星，就系咁先。继续啊，唔好气馁啊。前期系悲剧啲噶啦，冇办法。诶？主菜是不是有獅子給我們煮嘢食的獅子，得個港字。 OK, 看看先，今天就是要去唱片公司，又來了，一個月一次的，已經玩了幾個月了，但是都差一點差一點。行不行？不行，470黐線嘅嘛，
前期点会有470啊？咪傻啊佢！真系玩我哋嘅啫，其实呢单嘢。总之之前唔应承佢玩唱片啦，不过唱片真系后期真系好赚钱，所以冇办法。同埋我哋冇理由四个都拍戏噶嘛，450得啊！唉，好，我而家好挫败。如果佢又再弹出嚟话我哋一次咧，我就好大压力啦。哇，点解啊？嗰头讲完呢头弹出嚟，好惊啊！佢又嚟执我哋啦。唉，我都好想，不过你太废啊！呢条友话佢有自己行动喎，点样行动法啊？唔明喎，成日好惊喎。佢唔好搞到我哋公司知名度低喎，咁因为今次我想去威尔啊，大佬，你唔好查破我哋公司，雷街坊雷晒我哋另外三个演员。搞到我有少少咧，想去睇攻略，睇下呢条友会搞啲咩咯。呢条友黑社会咁点啊？恐吓，佢已经恐吓完我，咁佢恐吓边个咧？可以恐吓啲唱片公司啊？所以恐吓佢，我唱得唔好听，你都帮我出碟，我唔理。其实都得嘅，俾钱啫嘛。其实所有嘢都，如果你想，你坚系想出唱片，其实你自己俾钱系可以出到噶嘛。点啊？哎，得，凌香，男性 ，OK， 两个都唔得嘅系，失败咗。兄妹档拍默契嘟嘟，默契十足。露风露敏系一个唔错嘅，不过佢哋好贵，佢哋续约啊签约都好贵，所以我唔系好有兴趣。呢个拍唔到，差少少。不过算，大家都有啲忙。凌香终于拍到广告，实系非常之好嘅事情。好，继续。永真电视同苏莎倾下偈先，呃下啲自信啊、才智都好啊。诶，冇嘅今次。跟住苏莎永真。攻略上咧，其实凌香有两三个系一定要发生嘅，裸照事件啦，跟住喂，唔得喎，你唔可以勉强喎，演技差40啊，应该都讲到，我哋翻去帮佢改一改啦，俾你拍咗剧先啦，唔好挂出唱片啦，我哋拍剧啦，系啊，出咗道先啦，唔好讲咁多。你要有名氣先得，仲要我輔助你咯，我去幫你製造超完美嘅情況出現，去 make sure 你係，咦，喂，生日快樂喎、哦！我自己唔記得自己生日添，唔該曬，蘇文君好 nice， 佢永遠都記得我幾時生日，而家凌香完全冇理過我哋咯。OK， 呢個保證必勝，超完美，睇下加幾多先，加12 ，OK， 咁快啦，玩4 round 都應該夠。系啦，我估我哋今个礼拜未可以帮佢接到呢单通告。喂，点解你会嚟咗嘅？喂，我哋其实咪接到通告咯。我哋唔好阻住啦，我帮你接通告啊，唉，唔知道想点、啊，搞阵，我唔知道有咩后续、啊。佢头先佢系威胁紧嗰个苏莎嗰个老板啊嘛，佢俾通告佢啊嘛，所以可能有啲危机啊，即系唔知道有咩负面新闻走出嚟。拍电影真好。唉，继续唱你的歌啊！真系冇搞咁多啊！你有冇得同佢倾嗰单嘢啊？冇喎，大家当冇件事发生喎、啊。吓，咁犀利嘅你哋，你真系恐吓人哋、啊，自信提升埋添。OK， 你赢咗。苏莎，我再接多次先，佢嗰通告咧头先咧就因为佢顶住咗。
所以就帮唔到阿阮少伟去接，咁应该仲喺度真通告。OK， 哇好彩啫，我几惊佢吓完人之后人哋唔俾通告佢啊，其实佢得噶，我谂紧好唔好。苏曼君，因为我哋翻去 train 阿凌香体能，未必可以讲得切，翻去先。帮佢改体能嘅，体能嘅系咩咧？等我睇睇啊，要睇攻略啊，等等。系有氧运动，好，我系陪你一起做有氧运动啊！希望你快速成长。哇，呢个点玩？做咩噶呢个？系咪到咗之后就揿掣啊？系咪得噶？我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做紧啱嘢，但应该冇问题咯。佢冇话我哋 fail。两个识噶、哦，左边嗰个系袁少慧嗰个 friend 啊嘛，估唔到佢两个识噶、哦。佢仲要好似好 friend 咁咯，奇怪，凌香竟然俾个贤嘟大，即系点啊？即系佢报大数啊？佢会唔会系啲三十几岁阿婶嚟啊？会唔会啲咁嘅情况？好担心啊！咦，会出嘅？喂 ，hello， 头先咁好嘅免费送俾我哋。NP 雞獲獎NP 雞是它的一隻小寵物，我記得好像是它的小寵物來的，在明星二那裡呢，那就喂喂失敗了，哦哦，招式相對人雞難，人雞情深，看看我們改不改一次先，好努力啊我們。仲有个零礼拜，18号，应该未必讲得切，未必啊，未必未必。好，日月光同 EAMI 又嚟啦。不过咧，今日就有啲特别，我哋要去开罗啊，唔系长城，系去长城就去买嗰粒仙丹俾我哋老豆，因为半年啊嘛。好購買，哇20万啊，都話20万，第三次就30万啦，冇得二界最高榮耀，唔關我哋事，拜拜。好，咁咧，俾一粒仙丹老豆先，等佢咧就延續佢嘅生命。佢冇咩講，都係嗰啲嘢啦。咁就其实呢佢嗰个仙丹嗰單嘢呢，其实我哋可以玩到3000万返嚟，不过今次我就冇乜点打算做。因为其实都唔係好紧要嘅3000万，因为好麻烦嘅。要不停咁样去俾个支，即係不停咁去来回做嘅。真係辛苦钱。如果下次我缺钱嘅话，我都可以做下嘅。好，求下你啦，俾我哋接一唱片啦，好嘛？阿袁少伟已经爆煲啦，仲要净系做团体战甲，今个月有冇着落啦？如果我哋年尾佢真系搞唔切张唱片，佢系咪真系会走佬啊？定系加我租金咋？唔系，加我租金，加我呢一个签约金啊？其实我哋已经好努力。真系已经冇叫佢打工，全部都培训，实力不抵，冇办法，际遇嘅问题，怀才不遇啊！哦，咦，唔系喎，啊，系，帮我边个拍，帮我边个接 ，yes， 啱啱好，30000蚊好过冇啊，35000蚊好似。
好，今期应该大家都有通过啦啩。我呢个电视剧拍咗好耐，拍到而家未拍完，四日嘅广告。好，俾多一你。追梦同创意，好嘅广告公司。哎呀，揿错掣啊！呢个系嗰个组团嗰个，因为我哋都系一个人唱歌，所以我哋唔需要组团啦。失败啊！喂，电视剧做乜系咁失败啊？佢咪生病啊？不靠实力，靠万力。哇！而家先被人报嘅，点解？什么原因？电视台全面戒备。哦，因为阿袁绍伟开始接剧集啊。哇，佢都几咩喎？几大镬？佢嗰、那个即系个明星咧，嗰、那个人气唔系好负面啊。睇先，电影接唔接到啊？接唔到。啊，女主角冇啊，女配角，哇，都仲有距离。一星，好，一星冇问题嘅，一星我哋而家应该 carry 到嘅，一星嘅要求好低嘅啫，但我发现到苏文君好似成个礼拜都失败，佢应该系病咗，病咗咧就会无论点样咧，佢都系会失败咯，哇唔得喎。咦，剧集袁绍伟唔系袁绍伟喎，头先个新闻系咩嚟啊？咁哇，做乜咁多人揾我嘅？啊，唔系呢个系病咗，得，我哋俾佢去医院。咦，医院 OK， 休息多一日先拍剧 ，make sure 佢唔好嘥大家时间啦。跟住拍多少少就 OK 啦。五日的电视剧集，一个礼拜九点，荣振苏沙，咩事啊？找到咩事？哦，我睇睇攻略先，等，白痴仔，其实我弹幕冇可能答话咩你的确是这种人咯，系冇可能的，不过算啦，我哋安全起见咧，其实所有嘅选项咧都会去睇一睇攻略。系啦，即系唔想有啲咩一失踪成千古恨。哇，不符合剧中角色，咩意思啊？电视台考虑换角色，哇，点解咁嘅？睇下先，写真女星招摇系咪你？哇，佢俾人质疑喎，天真可爱。林丽文应该是啲劲嘢嚟噶，我记得。林丽文系咪明星第一代已经有啊？太老成，会去照顾好自己嘅面。吓，俾人睇穿，即系佢唔系。佢真系嗰、那个年龄系呃人嘅喎，应该。哦，我啲攻略好似冇乜点提嗰啲单嘢喎。喂，我呢度两个答案叮当码头喎，要等我一阵抡一抡嗰啲攻略先。正有 CG，
好啦，咁啊，凌香系非常之唔开心啦，因为即系啲人都睇佢唔起啊，冇办法。始终佢年龄嗰度咧，真系一个谜喎。咁佢应该系虚诶，唔系报细咗自己年龄，因为应该有好多艺人咧，为咗即系可能唔知点样啦。佢哋呢一行应该系 young 啲，即系会有着数啊嘛。咁啊，所以。佢就報細數啦，唔出奇嘅。不過唔知報細咗幾多啫，我都有啲好奇，搞到我好擔心佢一個三十幾歲嘅姐姐級，三十幾歲又唔係啲咩大問題啊。不過演藝界嚟講就可能比較大少少。佢兩個真係好 friend 咯，就唔係情侶嚟啦。預約，咦？我得喎，做咗主持喎，蘇文君咯，又係蘇文君。蘇文君跑出，我個叭叭叭，我唔聽佢電話，佢係不停咁揾我嘅喎。哎呀，之前又已經接咗，講過我之前已經 apply 咗。有時咧，我會唔記得咗自己咧，上個禮拜做過啲咩，係啊，因為重複性好高啊嘛，啲嘢不停落到都係做嗰啲嘢咧。咁我哋而家做咩好咧？我都唔好記得我哋而家應該要去邊啊！而家是但睇下有冇唱片。八月啦，仲未出到唱片，我都好擔心。啊，系啊，之前睇过，真系。喂，之前嗰个僆仔喎，伟亚，佢嚟多谢我哋。成日都系咁，一搵我两个一齐搵。梗系揾凌香先啦，大佬紧要啊！呢、這个都唔使睇啦，系嘛？肯定系上面嗰个啦。金曲奖啊！我哋到而家连一张唱片都仲未出到啊！真系赶唔切咯，哈哈笑，哇好鬼多啊！而家佢要嘅哈哈笑嘅数量非常之多，但又几好玩。我觉得呢个小游戏几好玩。成日啲哈哈笑想 fit 我啊，大佬！一声广告，一声广告，喂！一声广告都 fulfill 唔到，全部都系陈奕夫搞掂喎。搵个最值钱嘅先，佢啲名气啊，佢唔够名气啊，名气真系好麻烦。哎呀，名气啊名气，但我又唔想去，即系去做去打工刷名气，因为好少啊。佢加得一咋，一個月先加得30個名氣。如果就算日日翻開工，我一個月都只係加得30個名氣，真係低到不行。我覺得咁係浪費緊時間。
好，我哋俾佢打工。打工呢一份咧，就每日会加两个名气，咁就泵一泵少少佢啲名气啊。希望佢可以唔好成日都因为名气而拍唔到，因为都几烦。好啊，睇下冇得撞彩，可以撞到一只唱片。我要个人唱片啊，周影棠，唔该 ，please 个人。唉，团体垃圾，揾阿小红，转错位算啦。日月光，小红 ，please， 个人唱片 ，please， 个人，我要个人唱片啊，唔该你啊，求下你啊，个人唱片 ，OK？ 唉，哇，差好远哦，咁点算啊？真系年尾啦，唉。佢 會走噶，佢咪真的會走噶？如果走嘅話，我係嘥咗好多錢喺佢身上面嘅喎。咩料？哇！佢点解突然间 sell 我哋啊？朱古力有冇有毒？佢系我哋吓另一个可以签约嘅女艺人咯，但系完全唔知道佢系佢啲咩故事。唔知咩子莹好似叫姚子莹啊，唔知道，系得啦，而家嚟揾你，点啊？哦，我以为佢讲佢自己单嘢，原来佢讲紧阿边个凌香单嘢啊，关你差事咩？他們就好似有啲，可能佢哋，我覺得佢哋之間應該係有少少嘅牙齒印，因為佢識噶嘛，即係起碼我知道阿袁少偉嗰個 friend 啦，同阿凌香嗰、那個，即係凌香嗰個葉唔知乜嘢唔識讀咧，係識得嘅，兼且幾 friend 嘅，咁所以可能後續會知道，因為我咁啱又簽約咗佢兩個，有啲巧合。